来超派铁拳。我们先等一下，我们搬一张椅子给他坐，你的寿司不好吃吧？新闻媒体出现太多，那是你个人的解释啦。没有要解释，我就是正常的工作，正常交朋友。目前的 champion 做到王座的陈大天呐！有新发现啊！我发现伍佰老师哦，唱什么歌都很棒哦，就尤其像告五人的《爱人错过》哦，可以用伍佰来演唱。对，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错过爱你，只是你忘了。还有 popping 啊！哎呦，我以为见到，再见。良心告五人真的不会告五人，会先告五人，告艺人就好，会告艺人先告大天。没有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我们都表演工作者，人家这就良心。对，当了五次的薪水小偷。所以现在赶快表现，很明显，后面就没有了。然后费玉清因为唱多了嘛，对，然后先想梗，自己呢先弄一个告五人来节目贡献。合理，而且他连退场都想好了。对，欢迎，完全是预谋的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闽南语歌坛的小宝贝，是的，小宝贝，大宝贝，大宝贝，现在已经是中宝贝了，中宝贝了，已经中宝贝，瘦下来了，第二位，第二王位，好吧，郭婷婷，来一首，来什么？来 ，Better 我的爱，好大你就来。对，好，这两位只是为了要安排铺排介绍后面才。哎呦，神圣的，他才是最会唱的神圣的歌手。当然，你都是要斜杠。Queen， 今天来一个，他表演这一个出来，你们真的吓死了。真的吗？哇！小七犬带来超派铁拳。我们先等一下，我们搬一张椅子给他坐。给他做了，你的寿司不好吃吧？吃醋饭，寿司好吃。好了，你的肉还新鲜，坐下来，没事了，搬一张椅子给他来，到外面来讲嘛。没有，好了啦，好烦的。不要，当什么了？什么了？没这没问题，这自己配合自己有没有？哥哥关心，不要这样关心，哥哥关心。艺能界里面有什么事情？公道伯啦，好吧，找新哥就没问题。李长伯啦，哎，饭都很好吃，都很爱吃，而且哎，自己超级大碗穿成这样，你也跳哦，还敢吃？你看好激动啊！如果有认识有交往的，这都很好嘛，千万不要爱人错过。我肯定还有，哎，你怕错过。今天还没访问完就录半集了，好累哦！我前面这个访太久，关心啦，因为那个新闻媒体出现太多，那是你个人的解释啦。没有要解释，我就是正常的工作，正常交朋友，年纪也不小了啦，就正常交友。对啦，认识很久的朋友，圈内的事我都愿意帮忙。对，你知道大哥在那个钱柜门口，谁没有被揍过嘛？钱柜门口被打，那个也是我叫去打的。请出题。女人的世界，哦。
气运气的，有在卡，你在拽吗？抓刚好，哎，抓刚好，有在卡关了哈，有了，还是要破关的。出来哦！不行不行不行！二一，死鱼眼，死心眼啦！死心眼，女人心事，死心眼。强哦，他们真的会强哦！彭佳慧，彭佳慧，好难哦！三个大错，唱起来，来来来，会啦，护肤歌大家都会。邀请小齐全。繁星不应在说话，被放弃的我一样自高吗？歌路歌路原唱人，我早是个坏牧羊人，可不可让我试一下，抱一下？